哎，你保安。 这个电子相册本身没有问题，里面的照片才是你被害的关键。说什么呢？乱七八糟的。没时间了，我拿去研究一下。每次后来看见你都来得及说一句话：“我爱你。”啊？ 下回回来能不能先吱一声啊？怎么样了？打碎了一个电子相册，怀疑是佳音的死因，可惜没带回来。看看结果。 不不不，哎，你看看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是佳欣的照片吗？ 喝点水。不许吐，专门给你准备的中药，喝了。你又骗我！嘿，不骗你能喝吗？哎，你刚刚我看到粉丝里面有一个人好眼熟啊，可能是经常跟着你吧。那我觉得好像在哪见过。看看这几套衣服，都是下星期活动你要穿的，赞助商赞助的，你挑一套。